绝技跟我之前拍过电影都不一样。他们身体是靠整个棚里面的70台camera 来捕捉的，但他们脸上所有的每一个点的表情是靠他们戴着面前的那个 facewear 的头盔来捕捉的。3D photogrammetry is a process in which we are recording extreme details, and we do this by having an array of over 60 high-resolution DSLR cameras. That is even higher than the way your eyes can perceive reality. So, 平常演戏，你是借着衣服来入戏。这个戏你就要忘掉衣服，想象角色。It's like a black spandex that they're using, and they're wearing a reflective marker. We have a computer system that then recreates, that can then be used to make the motion of any character, any CG character that they're performing. 拍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，然后下来马上就可以看到所有动作就呈现在那个白银祭司身上，就特别帅。在扮演特雷雅的过程，就是一直在开发我的肌肉。之前做了一些很大剂量的训练，都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去坚持和战斗，打斗的比较炫酷的那种很热血的部分。天树幽花是一个比较蛮横的，比较打打杀杀的那种。神音算是有双重性格，一方面他很纯真很可爱，然后另一方面他又会肆无忌惮的去杀人。我饰演的角色其实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，很厉害的一个女战士。佑敏的速度很快，就是你猜不到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。这次是我第一次吊威亚人，跑酷类型的拍摄，然后表情那个就原地演。那我们融合了很多跑酷的东西，放到那个古代的一个文化里面，所以你在视觉上会觉得非常的不一样。有些动作可能现实中做不到的，只要你敢去想，那电脑会来帮你来完成它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一直是魂魂和连泉两个人从山崖上往下跳，但是从下面忽然飞起，然后把他们两个接住。那一般来说我们电影里面避免说自绝技第一部的最后一场大戏45分钟全部在海上打，有一个扎实的浪，对，扑上镜头最好看。这是最复杂的岛屿从海面中升起来那个过程，同时它还有火山，还有其他的这个物理现象，你跟水可能会产生互动，那么成千万上亿的粒子，就是每一个都需要来进行计算的。万千魂兽从海中铺天盖地的升起，让人看着血脉膨胀的场景。每一只从水里面出来都是要计算的，海浪魂兽身上带着的那些，再起来一些冰柱啊什么的，特效就非常的多，水的那个场面。给人们带来的这个真实感就体现在特效这个上面。Yeah, I'm excited to see the results. 我相信《绝技》这部电影一定可以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。